弟子之前呢修炼了别的法门，因为自己没有修好，招来病魔，最终放弃，但是还想修，苦于无门。弟子知道修佛要不二法门，现在很苦恼，不知怎么办。你学佛开头啊，开头你是一门深入，如果开头就走不二法门呢，你是上上根人啊，你是今天的慧能大师，那很了不起啊。在中国历史上只出来一个慧能大师，慧能大师之前没见过，慧能大师一直到今天也没见过，那你现在出现的时候啊，那是非常了不起，你能够救世界，你能够救这些苦难众生。那为什么呢？你能入不二法门，入不二法门就是成佛了啊。那你现在是你自己跟别跟外面人是一还是二呢？所以要好好想一想啊，我跟一切人还是二不是一，你没有入不二法门啊。你比如说是你今天这生活里面苦乐是不是不二了，好丑是不是不二了，你要常常想这些问题，你是不是真能做到啊？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讲华严经讲到第十二品贤首菩萨，贤首菩萨还没有做到不二啊，他很快了，他再升一级他就是不二法门了，他现在还在二里头啊，还没有达到啊。贤首是华严经摄性位第十性的菩萨啊，不二法门呢是初住以上啊，所以还要提升一级。不二法门的时候，十法界没有了，也就是世法跟佛法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个就高了，太高了。你能够走向这个样，再跟你说生死不二。啊，烦恼跟菩提不二，你是不是都做到？啊，我们的确望尘莫及，做不到。啊，做不到。就从弟子规学起啊，这个才老老实实啊，这是凡夫啊没有法子去学化身菩萨啊，去学诸佛如来。